Richard， 你现在有时间回答我的23个问题吗？有啊。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哦，中文名字叫陈逸飞。你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？我其实是从中国一个中间的一个部分的省份来的，叫做郑州。你现在几年级？我现在是个 junior。你几岁开始学英文？我3岁的时候开始的。你来这个学校多久了？我以前在德州学习过1年，现在来佛州这是第2年。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来念书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宗教性学校，所以我比较想就是去接触宗教类的东西。你喜欢这个学校吗？挺喜欢的，这个学校其实在很多方面而言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学校。你最喜欢哪个科目？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英语啊、物理啊这些科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擅长啊。我们学校的课程比中国容易还是困难？数学课简单了很多，但是语言课的话真的是难了不少。嗯，你参加我们学校哪个活动？还是混运动？我在学校有羽毛球社，曾经参加过篮球社和足球社，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停下来了。但是我现在的话，因为之前跟你们一起创建了一个那个 debate club 嘛。啊，对。你常回中国吗？每年回一次吧。在这里念书，你觉得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所有的课本都是英文的。你最喜欢哪个老师？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Mrs. Phillips。为什么？She's teaching good。在美国你……Oh, and also she's pretty beautiful。在美国你有去过其他的城市吗？我曾经去过美国很多的城市，几乎算去过3/4吧。最喜欢美国哪个城市？我最喜欢的是，加利福尼亚州。我们学校的本地学生和中国学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，当地的学生 is being more outgoing。你会想念你的家人在中国吗？不会。你想留在美国念大学吗 ？I will be to learn the law and business。平常假日你会做什么？我一般吃喝睡。你觉得来这个学校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It's been good study here, learning the kinds like new languages, Spanish and French. 谢谢你的时间，再见。不客气。